接受。我舅舅在隔壁，我在隔壁要那个时候，等一下可能要找人帮我带一下那边来。报委会，我们已足法定开会人数，我们现在宣布开会啊。那我们宣读上次会议思路。宣读立法院第八届第二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30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1年12月27日星期四上午9:18至12:17。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华郎等出席委员11人，列席委员廖正景等列席委员27人，列席人员行政院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曾金林及相关人员，经济部能源局局长欧家瑞，油气组组长曾佩如，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胜宗，天然气事业部执行长林杰元，新兴天然气公司及新湖、新龙、新泰、新桃、新中、新林、新嘉、新云、新平等天然气公司代表，主席曾召集委员停飞。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行政院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曾金林及所属天然气事业人员，经济部能源局局长欧家瑞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胜宗，报告天然气价格合理化检讨情形并被质询。行政院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曾金林，经济部能源局局长欧家瑞，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胜宗分别报告。委员蔡黄郎等9人质询均由行政院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曾金林、经济部能源局局长欧家瑞、油气组组长曾佩如、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胜宗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个星期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张家俊等4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通过临时提案期案。以上宣读完毕。这个全委员会对于上次会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我们就照例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要邀请国防部高广奇副部长来针对“歼国号”战机性能提升案执行的情形来做报告，并被质询哈。因为这个案子是很重要，我们有空军两个大案子都要进行 ，F-16 也要性能提升，歼国号也要性能提升。如果不能如期完成的话，那这个我们很多的第一线的战机可能就要没有办法起飞就影响到我们整个空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歼国号战机是不是能够如期举行，可不可以顺利举行，这会也会影响到 F-16 这性能提升案这样。那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几位来的长官、国防部的官员，大家在桌子上都有，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念他哦。那我们在座有萧美琴委员、陈振湘委员跟张凯成委员哈。那我因为今天你说巧也是，不巧也不是，因为隔壁司法法制委员会，我有一个案子，我提一个案子，因为他们要把海岸消防署降编为3级的单位啊。那我是有意见，说我有个提案了，说我是不是这个容许我这个
啊，请这个啊两位那个张凯成张委来帮我担任主席，好不好？好，哎对，那我们每位委员宣达时间，因为今天没有法案，所以是10+2，12分钟这样，哎，好不好？好，谢谢主席啊。来，现在这个，我们首先请高副部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今天很荣幸能应邀到大院实施经过号战机性能提升案的执行情形的报告。首先感谢各位委员对国军建军备战工作的支持与指教，使各项国防事务能稳健的推动，同时更期盼未来国防武力的整建规划在各位委员持续督促下推展更为顺遂。近年来中共持续生产歼10、歼11及外购苏凯、27、30等新型战机，并积极发展力中战力之歼20及歼15等战机，对我空防产生重大的威胁。国军基于预防战争之理念，考量我主力战机逐渐面临接受，为避免台海空防战力产生间隙，进而威胁国家安全，因此本案性能提升，兼具远距攻击的能力，岂能在下一代战机获得前确保空防的战力。军国号战机之诞生，为我国国防工业自主努力发展的结晶，维持我近20年之空防能力及吓阻战力。而此次经过号战机性能提升，除可结合国内外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外，亦再次提升我航太产业自主能量，并陆续完成国防现代化的目标。本部跟续则由空军落实督管成商履约的进度，并如期如职达成第一阶段的疫情目标。现持续规划经过号战机第二阶段的性能提升，其能完备国军整体防空的战力，确保国家的安全。以下由空军司令部的参谋长陈天胜中将针对经过号战机性能提升案执行的情形实施专报，恳请各位委员先进鼎力支持并给予指导，谢谢。好，谢谢高部长。好，我们现在请参谋长来报告一下。军国号战机性能提升案执行情形专案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我是空军参谋长陈天胜中将。首先感谢主席及各位委员先进长期以来对空军各项建军规划的支持与指导，使空军整体的战力能够持续的提升，仅代表空军表达由衷的敬意与谢诚。空军军化战机自民国81年陆续接收成军，现有战机分别部署于第43及427联队，服役迄今已达20年的中寿期。为了确保台海空优之目的，规划经国号战机性能提升案，以强化作战能力及延长服役的寿限。建案规划，空军自民国77年起启动自行研发设计制造经国号战机，原规划生产250架，后因同时期包括外购战机至调减量产需求，影响自主航太产业推动。空军于民国81年接收首架先导生产型机器，服役迄今将届中寿期，为维持战力及机队的运作，遂以10年建军构想及5年兵力整建计划具体之建军思维架构，规划金国号战机性能提升，并以国内研改为优先办理建案，以有效强化我整体空防战力。民国89年，金国号战机完成量产成军后，为因应中共日益增加之空防威胁，同时行政院为持续扶持国内航太工业，委由中科院执行金国号战机性能精进研习，代名翔升计划，研发经费新台币70亿元，
于1990至1997年完成两架战机性能精进作业。执行现况，空军依中科院翔升计划研发成果，评估各项装备作战效益，作为执行精固化战机性能提升选项，代名为翔展计划，其中包括增加视讯油箱、整合机弹界面、提升电子战能力、精进航电雷达系统及远距遥光精准武器等项目。执行现况如后，以首批机机队性能提升，国防部于1998年9月10日与汉翔公司签订合约，自1998年至2002年先执行空军第443联队战机性能提升，并筹建相关整体后勤支援装备，截至2002年1月20日均依约交机，预划2002年底完成全数交机。第二批的机队性能提升，为达机队战力一致，后勤补保一元化，以国军1902年至1906年兵力整建计划，耿续推动金乌号战机全机队性能提升，规划于1903年至1906年为汉翔公司执行第427联队战机提升建案作业，全案已于1901年12月27日奉核完成建案程序。预算经费，翔展计划首批机队经费170亿6000余万元，已依分年预算执行。第二批机队性能提升预算需求各省办理。万箭计划，为提升精固化战机远距精准打击能力，中科院于1999年5月以精固化战机为研发载台，由空军完成测评，并依据1999年12月大院第7届第6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预算审查决议事项，将万箭飞弹纳入翔展计划，执行工程整合。空军自1901年元月起，将飞胶战机以返厂修改的方式执行，预计1902年底前完成整合验证，以达兵力整建目标，为立未来下达量产决心，并规划为中科院量产远距遥控武器，课程办理建案作业。预期成果，延长使用受限，金国号战机执行性能提升，同时强化机体结构前程，可因应未来实战需求，并延长20年服役的年限，提升飞行安全，借更新新式装备，整合飞行资讯彩色数位化显示，降低操作负荷，并采数位防滑刹车设计，确保飞行安全。远距精准武器建制，性能提升后具备远距精准打击能力，可攻击并瘫痪对我威胁之军事目标，提升整体制空战力，经过战机结合远距遥控精准武器，提升整体制空战力，可降低战损，有效提升吓阻战力，整体后勤资源统一，使全机队统一构型，以利补保维修作业，并避免重启生产限制高成本、时程延宕及关键零附件停产，而影响机队运作，确保全机队后勤资源无虞。代办事项，争取预算，本部将秉持国机国造及强化国内航太产业自主能量理念，持续向行政院争取适额预算，恳请大院支持与指导，协请监督，协请经济部共同监督汉翔公司精实管控预算支用与购改品质，避免衍生履约争议或侵权形式。结语，现阶段在尚未筹获新一代战机情况下，执行金固号战机性能提升，增进航电及远距攻准能力，并延长机队使用受限，维持战力不坠，使有限制国防资源或是最大运用效益，确达空军整体战力要进，强化台海制空战力及国内航空产业提升等多重目标，后续空军将持续争取符合未来作战需求新一代战机，以确保台海领空安全。报告完毕，恭请指导。好，谢谢陈参谋长。有没有其他人员要补充报告的？没有，好，请坐。没有的话，我们现在这个询答开始哦。那个按照我们刚刚林昭伟的这个指示哦，每一位委员是10+2哦，10+2。那10点
30分的时候截止发言登记。那委员如有什么书面质询的话，在上会前提出，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询答。首先，我们请陈廷辉、陈昭伟。谢主席哈，我们请高副部长。好，高副部长，不用，请。陈委员早。副部长早，部长我请教一下哈，现在大家沸沸扬扬，就是说，我们所公布102年度上半年的晋任名单当中，晋升的人数达到31人，当然就是马总统啦哈。直接做晋升的动作了哈，那有些也是用飞的啦，那有关系的可以用飞的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先不谈了哈。这31个人，我想要问一下，我们有那么多缺吗？我们的少将、我们的中将有这么多缺吗？可以让他们来升吗？报告委员，这个升将官有他一定的制度，不是马总统说了算，是按照国军的将官的晋任的一个程序来做的。你讲的将官先要有战斗缺，他要符合学经历，他是很严谨的一个作业程序来晋升。好，我现在问你嘛，你现在晋升的人数创了历年哦，这几年来的新高哦。好，这样子的一个数字，你有这么多缺吗？还是逼退前面的？因为现在精粹案嘛，你们好像是假着这个精粹案之名嘛。可是实际上你逼退前面的，然后让现在这新一批的赶快升上来。没有，金翠案裁掉的缺我们不会去补人嘛。好、哦、不会去补人。嗯，好，金翠案裁掉的缺不会去补人。那问题是你逼退其他的所谓的其他的降级的，让这些人来升，有这样的状况吗？没有，没有这个状况。那我再请教一下，那没有这个状况，金翠案遇缺不补，好，你又没有做逼退的动作。报告委员，每年这31个人，这31个升少将、中将的部分，请问他们用什么缺来补？报告委员，如果没有补到缺的，如果没有补到缺的，请问一下怎么办？他有年龄届龄退伍，他有他的年资到了要退伍，他有他个人因素要退伍，退伍的因素很多啊。所以你认为就是有这么多缺可以让他补就对了？我们平均就是有这么多缺可以让这31个人补，否则为什么过去补29人、30个人、30个人、23个人，只有102年度上半年进任的名单达到31个人？报委员，这个31个里面，国防部27个，部外单位4个，才是31个。其实这几年的平均值差不多就在三十多元的上下。那我刚跟各位委员讲，今天102年度是你们喊出精粹案之后哦，对，有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哦。以后你今天应该是要减缩整个员额编制哦，而不是你今天降级升的那么多。好，你说今天报告委员你们有一定的程序，那副部长我问你嘛，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嘛。是。那请问这31个人都已经占到缺了吗？占到缺了。都占到缺了吗？都一个萝卜一个坑，他们基本上都占到缺才可以升吗？对，占到缺。还是说基本上先升了再说？没，如果说他在一年内没有做这个补缺的动作，他就可以降级退休。是这样子吗？没有，我们现在没有这样说。都已经补到缺，哪里有这么多缺啊？我刚跟委员讲，哪里有这么多缺啊？你们从哪里升出来的？我们这几年的平均值啊，一年退伍的将官啊，将近60几个，平均值。部长，你们在做缩编呢？原来你们都缩其他的，缩校级的，然后降级的都不缩就对了。降级缩到从民国84年吧，我记得86年开始。说到现在说了400多个还不够说吗？所以嘛，副部长，现在问题出来了，所以就不是你们的时候在说的嘛。一路来从88年你做一直说到现在说到400多个，那请问一下，不是说到400多个、这个、400, 已经400多个裁掉了，说了400多个嘛，从88年说了400多个嘛，对不对？是。那说了400多个，那请问一下，从2008年到现在说了几个？从2008年
马英九上任到现在说了几个？说了几个？也有一，我确确实实可以跟委员报告，也有一定的数量。什么叫一定的数量？几个嘛？如果你说的你们这边数字很清楚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办法马上回答？到底说了几个嘛？2008年，一百年啊，不是马英九精粹案。我跟你讲，你们现在讲的很大声啊！国防部说我现在在精粹案，精粹案，然后一方面在做精粹案，一方面做精粹案。你说的精粹案是预缺不补，不要忘记了哦。对，不要忘记了哦。所以今天我在跟你讲的是，你400多个，从88年到现在说了400多个。那就不是你马英九口口声声好像自以为是，而且自我感觉良好，说我现在在做精粹案，好像很伟大的样子。这一两年也说了100多个，100多个。对，他这么多，你看从88年到现在多少年？100多个数字给我啦。可是你今天在这边讲啦，不，我也精粹案也100多个，然后这边也100多个，还可以升31个啊？那你们过去是偷藏在哪里呀？精粹案可以减100多个，报告委员。然后这个缩减又可以缩100多个，那请问现在又补了31个。国军哇，国军的将官、啊，我们的将还真的特别多、欸，不是星星特别多、欸，国军的将官都干到65岁、啊，星星特别多哎、欸。他是有年龄的限制，他有服务的时间的限制。副部长，我要提醒你不要忘记了，今天将级退休跟校级退休差很多啊，差很多啊！我也不反对说，今天如果认真打拼的，真的要让他升，这是一定的原则。报告委员，可是我们不希望公务员、教员，他也有分嘛。靠着裙带关系，然后靠着所谓的马英九拍马屁而可以升的，我们不希望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在提醒，校级跟将级福利差多少啊？基本上本俸就至少差20000块，退休的时候本俸哦就差20000块，然后降级我们退伍会还可以帮他安排工作哦，校级不行，降级可以，或许可以安排一个什么叫农场的厂长啊，或是可以安排个这个退伍会相关单位啊，包括天然气公司的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啊等等，少级跟降级是差很多，所以今天为什么说这个部分都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呢？光本俸退休的部分，这都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呢。你们没有把关好，在102年度上半年晋升的这么的离谱，我们看不到说你们在精粹什么，我们也看不到所谓的员额缩减的标准在哪里，甚至你说国防部现在整个员额调整之后，你们是紧缩的，紧缩在哪里看不到？还有，副段，我再请教一下。你有看，军情局情报业务移出国安局，现在全部由我们国防部来做主导吗？未来整个军情业务所有，报告委员，国安局都没关系了。军情局它是在国防部下面，是国防部在指导它，可是国安局在统筹国家的整个的国家治安、国家的安全工作上，有些的需要军情局来支援或协调或指导的，它是用国家勤工法来做的，这是两个体系，军情局都在来配合他们做事情，没有是他在谁的指导之下。那你说的意思是这篇报道是错误的了？没有，他讲他错，他没有讲得很正确。没有讲他错，他没有讲得很正确，没有讲得很正确。那问题是正确在哪里？你要说啊！你说过去在整个军情单位是国防部来做主导，但是军情局来协助国安局相关的来做处理嘛？对，对不对？对。那现在他所谓的所有的军情工作，国安局的部分全部要移到我们军情局，也就是从未来全部由国防部来做一个主导的动作，这一点哪里错了？国家勤工法有规定嘛？你认为说他说的不正确的地方，你要做反驳啊！你不能说他说一个部分，你又天马行空开了一个缺出来啊！没有，情报局在国家勤工法里面，他有他要跟国安局之间的关系，这律定的很明确的。国安局可以给他指导，他也要支援国安局一些事情。
这是国家情报法里面规定的。那到底军情局过去部分的业务在国安局的部分，现在有没有全部移到我们国防部全做处理？未来军情局就不去支援国安局了，是这个样子吗？没有没有没有，军情局未来还是会。军情局一直在国防部的下面，他一直在做国防部下面的。我知道嘛，但是你他部分国安局的业务，你们会去协助嘛？对不对？是的，是的。那现在这一篇新闻报道是说，未来全部整合，未来军情局就不去协助国安局哦，没有没有，国安局自己做处理哦，我全部由国防部的体系全部来做一个支援的动作。国家勤工法是一个法律耶。不是，他法律上有规定的，我们就要去照这个来做嘛。好，那现在军情局的员额，他也缩减了，他有办法去支援到国安局吗？他人员是缩减的，对不对？我们评估过，军情局可以在这样金粹案里面来缩编，他还能执行他的任务，这个是可以做的。还是副部长？国防部根本就认为根本不用军情了。没有，我们很重视军情。根本不用军情啊，因为在这个部分，你们有知道掌握多少讯息？中共在发展整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部分，你们掌握多少？国防部掌握多少？这个军情啊。我们当然掌握住吧。掌握到什么程度？委员，这是公开的。掌握到什么程度？报告不是、啊、我问你掌握到什么程度嘛？100%绝对掌握，所以他的整个状况你们都了如指掌，这个跟公开与不公开有什么差别啊？你不要不想回答的时候就用说啊，这是秘密，这是机密。报告，我要你回答的非常的平铺直叙，到底你们有没有掌握到整个北斗，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就军情啊。我们当然有掌握嘛，掌握的百分比嘛，100%的掌握，还是报道之后才知道。报告委员，我跟你讲那么多，讲了这些东西以后，中共就很了解我们的情收的管道啊，这对大家没有好处嘛。怎么会了解什么情收的管道？副部长你在讲什么、啊、他会知道我们副部长哦，他会知道说我们台湾知道说他有在发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样子吗？报告委员，报纸就报的这么大了，报上讲没有关系。你今天在这边，我只是问你说，你对于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掌握几 percent 的一个资讯，你现在这样都不能讲啊？我跟委员报，我们有掌握吗？有掌握比例呢？今天看报才掌握的也是掌握啊，不可能、啊。今天整个掌握也是掌握，这未来关系到我们导弹的部分呢。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掌握到说中国是不是要以武力犯台，一个很关键呢？那你今天军情局又在做萎缩，然后现在整个军情状况我又没有办法掌握，有掌握，但是我们弃守了吗？委员，这怎么可能没有掌握？部长，是我们弃守了吗？没有弃守，没有弃守。你现在说的资料就是这个样子啊，一直在升将官，然后我们又看不到整个国防部的未来，军情单位又在缩编，然后现在似乎国防部跟国安局又瞧不拢。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军情局搞成这个样子，然后军情局在做缩编，中国是一直不放弃武力犯台，整个军情的状态一直猛攻台湾，我真的不知道说国防部现在的位阶到底在哪里耶。报告委员，刚才你讲的那些事情我刚跟委员报告过了，我们都在掌握中。好，谢谢，谢谢我们，谢谢陈昭伟，谢谢副部长。好，接下来我们请肖美琴肖委员。好，主席请副部长。啊，请副部长。肖委员早。哎，副部长好。那个前几天哦，这个在整个苏花公路断线，整个交通大乱，大家一票难求的那几天哦，这个马英九搭着空军一号到花莲去，哦，公器私用，不是去了解花东地区交通的辛苦，也不是去
看我们在那里的军事部署，以三军统帅的身份，而是去开自己的政党的党务会议。哦，整个哀鸿遍野的交通的辛苦，他完全没有去关心，没有去关心观光业者的状况，没有去关心农民运输的状况，然后是去开党务会议。这个空军一号是国家的机器，但虽然后来总统府说有付费，副部长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付？各委员报告，我们有颁布一个国军行政专机使用的作业规定，规定了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的专机的派遣的一些事宜，里面规定的很明确。哦，这里面派遣可以派遣去做私人的事情吗？没有，他是说可以去做私人的事情吗？他是说公务的时候是怎么使用，他若非公务的时间，他要参照交通部的。所以总统、副总统跟行政院长都可以随时想要都可以拿来做非公务使用，是不是？没有，他们一般来讲绝大部分是公务使用啊。可是我们知道，就前几天马英九是明目张胆的做私用啊，就是去参加一个党务行程啊。那我们就照到我们这个规定来做吧。请问他们缴费缴了多少钱吗？是按照什么标准吗？15,700。我们是按照国内航线这个航机的票价的计算的标准来做，就是几个人头多少钱，是不是？对，那最高票价来计。那一般跟总统一起出去是带了几个随行的人呢？哦，他那里面有规定，大概多少人？大概30个人还是多少个人？他里面有规定哪些是随行的警卫或侍卫方面啊？他要不要负责？大概是带了多少人一起搭乘这个空军一号？大概有多少人？这个我请空军参谋长跟您报告好不好？报告啊，这个只要是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啊，大家都非公务的，他都有这个规定的。就总统这当事人加上这个侍从，还有一些警卫人员啊，他们是不计费的。其他只要是要搭的人，通常计费。所以意思就是说，总统搭飞机去做私事不用钱啊、哦，他的这些特勤人员搭飞机也都不用钱，是不是？非这个。就去做私事都不用钱嘛，哦，去处理私事都不用钱。非公务活动，非公务活动嘛，就是私事嘛，非公务就是私事嘛。都要钱啊，都要钱啊，对啊，公务都要钱。对啊，可是你刚说总统本人哦，他的几个这个随侍哦，这个维安人员是不用经费的嘛？因为我们这么讲得很清楚啊，就不是公务的。啊，公务当然是不要钱，不是公务的，不是公务的都要钱吗？这个？不是公务的是怎么算嘛？是按照人头算吗？是这飞机上坐了几个人？完全按照人头算，人头算都是。啊，这个人头有没有包含总统跟他的这个随行人员嘛？有没有包含这些党务人员啊？这个总统跟这个随行这些人都应该要付费。好，所以上一次不用，所以上一次每次都有付费。好，所以一般总统你以前跟总统贴得很近了、啊、哦，这一次出去是大概多少人呢？多少人倒不一定，看任务的性质。这私事大概多少人？不，所以你们收的这10万块是按照人头去算的吗？最少的，最少人头去。我看大概是30几个人嘛，哦，如果说照啊，不会那么多，不会那么多，不会那么多。那可是照人头这样子算，包围最重要的是这种时候哦，整个交通大乱呐、啊，然后就总统他想要，他就搭着空军一号去哪里？当然以前也曾经有总统的家属。用空军七号、空军一号，哦，去娶亲、去做私事，这个大家都谴责过，这是不对的。可是过去的不对，不表示现在就可以合理呀、啊，对不对？不表示现在，其实总统如果真的要苦民所苦哦，真的要体察民心哦，他应该上网去买车票试试看，凌晨半夜12点多上网去买看看，如果买不到的话，就一路从台北站着站到花莲去。不然就睡在地上，很多人都这样啊，一路就站到花莲去啊。你不然就跟着大家塞车走那个危险的苏花东路，哦，只有单向通车，哦，等着这个指挥，他真的苦民所苦就这样做嘛。好，谢谢哦。我现在请问哦，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哦，好，你们请回哈、哦。我们今天。在看这个 IDF 的功能提升，我想我们都乐见哦，对于我们本土的国防工业、国防产业哦，投入更多的这个技术上面的这个改良哦，那当然也更希望我们
这个本土的国防工业是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提升我们国家整体的技术以及科技的水平哦。但是呢，我们这个 IDF 战机也已经20年了哦，20年以上了哦。过去这20年，难道都没有再进一步的去思考哦？想说 IDF 已经有啦，然后都不用再进一步的再去做投资，不用进一步去做研发，现在还在思考这个战力的提升吗？报告委员，这个 IDF 的第一期的提升已经很早就做了，翔展一号。现在讲的是后续的，当时在翔展一号没有纳入的战机，我们做翔展二号，所以它是整个的 IDF 战机全部。你们现在对 IDF 战机它的性能哦，跟中国的战机相较，你们自己有信心吗？我相信这个在某方面来讲，因为一个空军的飞机啊，在天空上速度、高度、续航力，跟它无射控系统、征收系统，这都是有关联的，所以没有一个飞机它是全部都是最优秀的。那 IDF 有它的，但是你们差一点放弃啊，是不是觉得它不重用了？没有 ，IDF 看你们是到去年底才决定，哦，要做第二波的提升的性能提升。不是第一波提升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预算，我们要预算的考量，因为我不可能一次有那么多的预算，所以可能是在分批，第一批做一个连队，后面再做一个连队。那你们现在跟民间的，包括当然中科院是我们军方的，可是你们同时也跟汉翔公司在合作哦，相关技术的这个投资跟研发哦。是。那汉翔公司它的相关的保密条款有没有比照中科院？有没有比照我们军方所需要的？对于这个高技术的国防机密的保护呢？它是民间的，它可能重用了一些民间的人士啊。而这些民间的人士跟往来的这些中国人士，哦，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掌握？报委员，这个第一个，我们做我们国防工业的，我们有我们的一些限制的，比如我们不希望有大陆的工人，也不希望有陆资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保密的东西，当然我们的这里都有一些签保密条款的。但是你也知道，汉翔它是军民两用的嘛？它是军民两用的嘛？它不完全是在做国防的嘛？可是这个里面一定有，所以它的保密条款，它的管制规定，包括离职之后几年内可不可以去中国，包括他整个工作的时期以及离职之后哦，能够跟什么样人士接触，这个管制的标准。是这个委员报告是什么？我们在跟那个 IDF 在做合约的签的时候，一定有签的这一点。细部东西如果委员了解，我可以找空军去跟您面报。他这个签里面一定有签一些保密的条款。不过这个是商业性的这个委外嘛，哦，商业性的这个合约吧，对，商业性的合约。那商业性的合约，哦，它相关的保密规定，例如说，哦，我们这个相关人士他离职之后3年5年等等不得到中国去，这个可以适用在民间人士上面吗？这个我们要，这个我了解以后，我希望你们是等同于中科院的标准啊，等同于我们整个关系。虽然这些是民间人士，如果法律上面还管不到的地方哦，没有办法去规范的地方，因为近来跟中国之间往来实在是太密切了。是的，哦，这么重要，我们花这个几十亿甚至是上百亿的经费在投入在我们的航空哦，我们的国防工业的这个投资跟研发里面哦，这个。总不能够说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对方身上嘛？是的。好，那你们现在哦，近期呢在做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性能提升的规划，算不算是跟例如说我们的技术是100%的这个国内本土去研发的，还是也有涉及到跟美方的国防工业合作，也有涉及到美方技术的进口？我们 IDF 性能提升。因为我们是希望在也许有些科技啊是引进的国外的，可是希望在汉翔来把它整个的装配起来。所以这个也有含跟美方国防工业合作的技术引进吗？这里面有些可能它在火控方面或飞控的系统里面可能有些技术上面。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虽然 IDF 是我们算是一个本土研制的一个产品
哦，但是还是需要一些关键的技术，还是需要用进口的，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本土去做研制嘛。委员应该很了解，现在任何的高科技啊，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来做，它一定是在全世界上。现在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超支在我们哦？这个完全的独立自主，这个应该是汉翔应该他要把这个整合起来啊，他这个关键技术他必须要掌握住。还有他其中有没有可以居民两用的民间的技术是可以有其他的商业价值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投资这个数十亿、上百亿的经费在做研发哦，其中有没有可以也用来是有商业价值，可以是民用的？我想汉翔公司他后续啊，他很多。它不只是完全，它自民营以后，那是其他的 project 吗？我现在是在讲 IDF 的性能提升啊。哦，你讲性能提升里面，它汉翔公司本身学到的一些技术或一些 know how， 它可能会用到其他的地方去。对，那这些技术的使用哦，如果涉及到专利，也就是说，这个经费是用我们国家的预算，用公务预算去编列的。哦，是的。如果涉及到专利相关的权益，事实上这个都要照着算了、啊。是的，是的，委员这个提醒我们。可是我在你们的那个税入预算里面没有看到这个啊。这个委员没有看到这个技术转移的相关专利的权益啊。没有这个相关的权利收入啊。还有最后，我时间快到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提出具体的数据，这个、数据有让我们能够了解。我请司令部再给您报告一下。哦，既然这个技术有让民间使用，那最后哦，我看媒体报道，所有的三军里面，空军的体能最差，是不是？在这一次的我们的一个竞赛中，空军是合格的，可是它是在几个军种里面合格的标准是最低的嘛？对。它是比较低的。哦，我本来的认知是以为空军在上面这个飞机这个体能啦什么。都要特别好哦，那怎么会到最差的状况？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飞行的安全哦？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里面哦，它的精确度。委员讲的没有错，我们现在已经在辅导他们，也希望他们要重新的复测。那你们下一次复测是什么时候？我们希望在明年的第一季。还要明年哦？不，今年的第一季要把它做完。好，那我们希望啊，哦，这个体能相关的问题哦。是的。这个真的违背我们大家对军方的期待啊！是的，还是要谢谢委员。好，谢谢向委员，谢谢副部长。我们有请林昭伟。谢谢张凯成委员，我们底下请陈正湘委员。主席有请副部长。副部长请，来，不要敬礼了，不要敬礼。张委员好，副部长你早。国防部的组织法刚通过，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很快的将这些组织调整到定位，同时是不是应该进一步的考量它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建军备战的需要？我们知道。国军到台湾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我们从60万的国军减到40万，减到未来的215000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幅度的值跟量的改变。我想这种大的改变，我们的结构上面也应该是合理的要思考。我想本席也是从军方来的，我们。就陆军而言，我想陆军在军团以下的单位可以说改变得非常的大，很多层级都已经改变掉了，但是我们高师单位我感觉到毫无改变，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有些还有增加的现象，我想我感觉到这是非常非常不平衡的。所以刚才有些我也听到副部长说我们这一次的晋升的人员，31位里面有二十几位都在高师单位，因为高师单位头重脚轻嘛。如果这个现象不改善的话，我想在战力方面，我们再使大的劲儿也提升不了战力。不知道部长、副部长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如何？
报委员您讲的，我们金翠湾以后这两天，其实从上个月底到这个月初啊，对整个的国防组织六法的整编啊，我们不管是作业流程，还有它的公文流程，还有一些它横向的联络，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在反复的在验证中，也希望在这次组改里面看出一些是不是当年我们看出的效果，它能不能展现出来。如果有些挚爱的，我们要怎么再改进。您刚指导的说我们高师方面啊，在整个的这次组改中精粹案里面好像它是有整并一些单位，也少了一些员额，也许幅度上可能跟陈委员刚刚讲的可能并没有那么显著，可他有在做这件事情。后续我们还会持续的检讨我们高师这些单位里面是不是要再把他人力往下整并，能够把人员放到基层去，这一直是国防部的目标。本席提醒啊，国防部，我想我们不要受其他外界的影响，你要根据你真正的需求来考量。我想就我们台澎防务作战来讲，就地面部队来讲，那是一个整体的嘛，你一个司令部就够了，你要那么多司令部干什么？真正来讲的话，你有战力，不是代表头衔有多少，而是代表你真正的能够发挥你应有的战力，这才是战力。是，我想这一点呢，你真正要好好思考，不要因为说哪些民意代表他有意见，我们就不能动，就不能碰。我想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变。国军，你现在担任这个职务，你是专业，你应该讲专业应该讲的话，应该做专业应该坚持的事，而不是在妥协改变而顺应其他的人员，我想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也不认同的。是的。好，其次第二个问题，我想本席也一再提到所谓战力保存跟战力发挥，没有战力保存的战力是无效的战力，你1000架飞机都起不来，你跟5架飞机起得来不一样，那5架飞机是有战力的，是不是这样子？是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空军呢、啊、海军呢、啊、陆军呢、啊、你一定要对这个战力的保存要加把劲呢、啊、我请教空军参谋长。啊，今天谈的 IDF， 我先谈我们战力保存的问题啊，你对于空军的战力保存的改善你认为满意吗？我们一直在努力。这不是答案，你要有具体的办法。因为我们现在在往后景有规划，就是说把这个飞机整个是分散的来做一个部署，这个就属于战力保存。我请教一下啊，是你战备跑道，整个战备跑道如果你认为它是保密的你不要讲，如果说你认为说是公开的你可以讲，战备跑道有几条？5条。这5条符不符合战备的需求？还不完全。是问你试用了几次？我们现在目前5条只有1条战备炮还没有试降过。你起降了几次？总共应该5条跑道有试降了，起降4次。啊，4次，答对了。请问你4次来讲，所有的问题是不是都是同样的问题，而你根本没有改善？我所提到可能属于这个后勤的部分。你根本就没有改善嘛，你补保维修加油挂弹通通没有改善。现在我们你是非没有用啊，你只是表演而已，不对的。包委员，现在就我们空军来说哈，我们自己本身有针对这个议题啊，变成很重要的延续性的一个努力，怎么样能够将来这个后勤补保方面能够衔接得上这个战备的启用？不，我认为啊，本席认为这个事情比你买飞机、比你飞机提升更重要。是，因为你今天来讲呢，我们所有的机场都暴露在中共飞弹的威胁之下。第一级能够存活的状况是有限的，大家心知肚明。你战备的跑道是可以发挥战力的，但是你的战备跑道起来下来以后你起不来，你为什么不在这方面着点力？它需要很高的价钱吗？哪怕是在超过100亿，该投资的还是要投资。今天我们讲 IDF 所谓的第二代的要开始性能改建，还要花100多亿。你如果说能够给战备跑道完成它的全战备，花100多亿，本席支持啊。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个考量呢？你已经起降过4次了，问你，你起降完了以后有没有检讨？有。
有检讨，检讨第二次再起降的时候，是不是还是一样的结果结论？这个现在我刚刚跟向委员报告过啊，这个已经列入我们空军现在未来发展一个重要的一项课题。那这里面当然是牵涉到建案的问题啊，可能是有关后勤呐、啊，将来如何补保、如何供需、如何维持战力，这部分都是我们现在还在努力。我想这个不是努力的问题，我希望我们空军呢、啊，我也希望国防部能够专案来检讨这个问题。这个不是说说就算了，因为你已经起降过四次了，而且四次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那换句话说，你再起降还是在表演。如果你不能够针对这个项目提出你的需求，提出你的改进的具体的方案的话，那你来讲的话，你愧对国人。谢谢我们只晓得去花钱去买，而不晓得花钱去改进你既有的装备跟设施，因为战力的保存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因为没有战力的保存的战力是无效的战力，认不认同？认同。我想这个啊，我们三军都要注意到，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只晓得花钱而不晓得经营我们既有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好，第三个问题我请教一下副部长啊。谢谢委员指导。我们这个打桩边训的思维理则，我想我们大家都晓得啊。我们如何打，是不是先决定我们决战区域？是的。然后需求我们的装备的需求。对。然后如何的编，如何的训啊？打桩需求，我打桩边训的需求，我想这非常清楚，也非常明白。那今天来讲的话，我们打的需求，这个打的需求决战区域决定了以后，你要不要考虑到战力保存？第一个考虑到战力保存，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的战力保存才能保存我们的实力。所以我认为也好，我们国防部要思考，你今天来讲以现有的状况，你的战力保存能够存活的战力，这个才是你有效的战力。是的，否则的话那是无效的战力。我们如何的在既有的基础上面去改进我们的战力保存，使它的战力能够恢复，这个才有意义。否则我们的预算的比例变成一个极不平衡的状况。本来来讲，有的战力保存才能够战力发挥，现在我们只晓得提升战力，我们去买东西买装备，而不晓得给战力保存去加以有效的控管。结果呢，买了再多的东西，到第一级的时候通通都通知您，我想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是的，因为你们国防部的成员是专业，是的，我们要提出专业的报告的数据来说服我们相关的人员，这个才有意义，是不是这样子？是的，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汉光演习里面第一阶段就战力保存，所以您刚提示的，其实我们在汉光演习里面也检讨了很多次陆海空三军的战力保存的状况。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今天不只是一个开始啊。是的。我本席在前面几次已经一再的提示。是的。提醒我们国防部注意。但是本席很遗憾的，一个组织结构没有深入去考量，一个战力保存没有深入去思考。我想这些问题我们今后有待我们来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我想根据打的需求你才有装，打的需要，打的需求你才有装的需求。是不是这样子？是的。那好，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目前我们空军，我们从60万的国军到215000人的国军，我们空军应该维持到什么样的机种，维持到什么样的战力，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应不应该思考？空军有在做这方面的思考跟研究。好，这个我们有些东西我就此地不再问了。这第二个问题，你这些飞机都有一定的受限，对不对？是的。我们的装备我们也了解来之不易。当初我们没有做 IDF 研究的时候，我们 F-16 买不到，我们的幻象飞机买不到，我们有我们的困难，这点我非常清楚，也非常非常认同。但是我们在现阶段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有限的钱怎么样让它发挥应有的功能，发挥应有的战力，这个是我们要需要的啊。我想今天来讲的话，训练的空域，整个空域的状况没什么大的改变，但是我们民用航道跟以往的状况不太一样，是不是这样子？也有所改变。那这个改变有没有压缩到我们训练的空域？空军报告员，这个都是我们跟民航局哈，在这个私底下，在这个正式的会议里面，大家互相协调完之后，这个航路上到底到什么一个程度，我们使用的频率多少，然后大家会协调好之后，然后按照这个我们协议的事项时段来做一个妥善的分配，但是绝对不会让它压缩到我们的战训，
我时间有限啊，没有训练的战力是无效的。我希望空军呢、啊，我们来讲的话，你飞机起得来，加油挂弹快速，你才有战斗力。我想我们机种的选择，我们量的考量，值的提升是要同步来思考的。我想这一点呢，希望我们空军，也希望我们海军跟陆军呢，各军种呢，能够好好深思，怎么样在建军备战下功夫。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啊，陈委员哈。那我们底下请蔡黄朗委员。他请那个副部长。啊，副部长请。不用请。蔡委员好。对，那个报纸那么斗大的篇幅啊，说日本产经新闻说。中共啊，有可能三个阶段跟日本产生武力冲突。那第一个就是攻击钓鱼台，第二个就是攻击其他的是宫古岛等哈、哦。那第三个可能攻击台湾，这个是产经新闻的报道哈、哦。是。那如果中国跟日本真的因为钓鱼台而打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台湾是站在哪个角度啊？我们台湾的立场是什么？啊？没有立场，我们有立场啊。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当时按照我们国家的政策来执行的、啊。什么政策？我们要保护我们国家的领土。那我们要出兵去保护钓鱼台吗？没有，这是国军的使命嘛，保护国家的领土，保护人民的安全。对了，那如果说真的产经新闻那个三阶段发生的时候了，那我们台湾的军方，我们的军队是什么立场？我们会遵从国家的政策指导来做我们。的任务啊，就是出兵去保护我们的钓鱼台，对不对？那是国安层级的一个思考。啊，如果打起来，我们是站在日本这一边，还是站在中国那一边呢？啊，包委员，这个国防部是我们是按照我们的任务来做，对不对？这个任务，对，这是你刚刚讲的，这是一个很高层次的国安层级的一个正常，这哪有那么难？如果你说钓鱼台是我们中华民国开战不开战，那如果他们开战的话，不是国防部，不是我们开战可以决定的，是如果他们开战的话，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对，那我们要去跟人家作战，不是国防部说了算。你要跟哪一国作战？没有，你刚刚讲的是委员讲的、啊。如果说他们两个国家为了钓鱼台打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军方也要有立场嘛，因为我们说那个钓鱼台是我们的啊。那如果我们要出兵的话，我们是跟哪一个国家打？跟日本打还是跟中国打？鲍委员，这个产经新闻讲的、啊，他是一些，他可能有些情资啊。任何国家对他国家的安全啊，他有很多的想定。我们不管他们任何国家，他们可能是为了我们的钓鱼台要打起来、嗯，我们能没有立场吗？军方可以没有立场吗？有啊，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跟安全嘛，跟领土的安全嘛。对啊，如果他们两个为了我们的钓鱼台打起来，那我们的钓鱼台快被抢去了。不管是中国打赢了把钓鱼台抢去，日本打赢了把钓鱼台抢去，对我们来讲都是主权伤害啊。对，我们的领土啊，不是吗？那我们军方的立场是什么？军方会服从国家的政策指导，国家的政策指导一定会在立法院报告的。嗯，哎，不是要保护我们的钓鱼台固有领土吗？是钓鱼台是我们的领土，啊、如果是我上次讲过它是有争议的嘛，现阶段。那我们要不要出兵去保护钓鱼台呢？要不要？哪一个？我们会遵照国家的指导嘛，国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国家指导很难打哦。哦，我是赞成这个哦，金国号战机的提升案的，我是赞成的，100多亿我是赞成的，能强化我们的空战的实力哈、哦。空防的实力，还有提升我们的亚太，我们那个航太工业啊，这个我们实在是赞成。但是我听说哈、哦，据了解啊、哦，国防部现在也在研拟说这个战斗机啊，要用租的哈，可以向国外租战斗机吗？有这样的研究的方案吗？有吗？我没有啊，没有，毫无所悉啊。那委员这个资讯我们是没有听过的。我是听到你们国防部高层说的，说我们现在。正在演你哦，要用。委员是不是以前我们有租过教练机了？哦，如果这个战斗机可以用租的嘛，也好，也不错哦。嗯，也不错哦。用买的哈、哦，敏感性比较高嘛，啊、哦，军售案比较困难嘛。如果有人要租给我们，这个也不错哦，可以演你看看哦。目前我们没有听过有这个议题。没有听过哈、哦嗯，我是听说有用租的这样的案子，也不错啦。如果有的话，租得到也不错啊。啊、哦，租总是比买敏感度比较低嘛。啊、哦，这个也可以的哈、哦，也跟你赞成的哈、哦。
另外从今天开始就是募兵制咯。是。哦，我看到现在募兵制真的很可怜，很可悲啊，我们台湾啊。你看天天报名，国防部为了要能够达成募兵的目标，现在采取天天报名。你365天，一天24小时，任何时候都可以报名募兵啊。然后我们现在规划的募兵啊，说要从善如流，也就是简化所有的募兵的条件啊，募兵的程序啊，通通要从善如流，要简化。另外现在教育部也要帮，也可以帮国防部啊做体能检测，只要教育部通过的，国防部就通过啊。另外现在宪兵啊，刺青的也可以当宪兵，身高也要放宽，那未来天龙地虎啊都有人当宪兵。所以募兵是不是产生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好像在菜市场找人呢，募兵了、啊。报委员不是这样讲，委员募兵啊跟征兵是不太一样。募兵呢、啊，他是要去要找一些他有自愿意要到军中来服役的人。对的，啊，现在 我们也是比照先进国家募兵的方式、啊。我知道，但是我现在美国也在放宽呢、啊。我现在看到你们的放宽的这个募兵哈、啊，所有的条件为了要达成募兵的那个员额，应募员额哈、啊，那实在是做了很多方便了。我们刺青我也不反对了、哦、有刺青的我也不反对。不，我们有所限制了，不是说刺青他我美国也有他规定呢、啊。没有说，我告诉你，我没有反对刺青嘛，但是那个恰凉恰红的、哦、那如果去当宪兵的话、哦、那真的就是一个国军的。那我也放心了，我们会有规定的，有规定啊。我们放宽有到一个条件里面。对啦，不是无限的放宽。我是不反对了，如果有一些有纪要性的。啊，或者是纪念性的那种刺青，那是好奇啊，不是所谓黑道那种刺青的背景啊，那个倒是也是可以接受，没有关系啦。那如果身高，你如果弄个150公分的当宪兵，那也不好啊。以前我们征兵的时候，我们选员很多嘛，现在不是就是因为现在募兵比较困难嘛。啊，现在美军也是在降低身高。嗯，对啦，募兵现在很困难啊。那希望要怎么样达成这个募兵啊，老实说我们也很头痛的啊。是。那诶，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啊，是。国防部从来有没有考虑过啊，佣兵招募佣兵有没有考虑过啊？像西方国家他们在兵源不足的时候，他们成立外籍兵团招募佣兵啊，那我们台湾有没有，国防部有没有曾经思考过，如果以我们现在募兵的条件啊，有很多国家的人倒是对这样的待遇哈、哦，他们可能会有诱因哦。佣兵又没有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籍了。不，我是说有没有考虑？那人在外国也可以啊，不是美国、法国也不是在招佣兵啊。我们中华民国可不可能？就是我们募兵那么困难的话，我们可以成立外籍兵团，没有我们中华民国国籍来当我们的国籍。这个可以放宽嘛？这个未来，如果你佣兵的话，未来在台湾服役五年。取得我们的国籍什么等等，这个法国的条件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那个台湾人去法国当佣兵哦，他的条件也就是说，你在这里服役几年之后，我们拿给你这个法国的国籍，也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不是问题啦，是说如果真的募兵那么困难，啊、哦，那有没有佣兵的这种可能性呢？台湾呢、啊，成立外籍兵团？目前我们还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像那个越南人如果来台湾当兵的话，35000块以上的这个待遇啊。等于他们在越南的基本工资的10倍以上，啊，这个或许也会有诱因哦。而且越南人打过法国人，打败美国人哦，也跟中国干过架。如果这样的佣兵哦，有可不可能在台湾发生啊？因为西方国家有嘛，荷兰也有。目前是没有这个规划。报委员，这扯的就是什么一个，嗯，是不是中华民国国籍？是不是认同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家？这个认同哦，现在年轻人在马英九执政这么多年之后啊，有时候啊，这个国家认同也都很混淆哎。哦，或许这些外籍兵团他们的对捍卫台湾的安全呢、啊，这种认同啊，也不会输给台湾人哎。如果给他们钱的话，而且他们未来生活的规划啦，都不用我们操心，领了钱，时间到了就走人，也是不错啊。有没有这样的规划了？不然如果真的募不到25000人怎么办？利比亚也很多佣兵啊，最后、你看他也是被打得很惨的、啊。对，你不能举利比亚的例子啊。我是说，我们未来如果募兵产生那么大的困难，我是现在看到你的募兵
真的很担心呐、啊。现在募兵你看惨成这个样子，天天可以报名，然后啊，这个放宽体能，放宽条件。哦、然后刺青的也可以哈、哦，到这个放宽那么多的条件，显然募兵遇到很大的困难嘛。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国防部其实可以啊、哦，找一群人开始去研究全世界各国的那种募兵、那种佣兵制度啊，成立外籍兵团啊、哦，未来补强我们的国军战力。是，我们这个也不错，我建议我们这个想法，我们带回去研究。只是说现阶段我们的困难，只是因为募兵刚起步嘛。给我们一点时间，对了对了，好不好？我们支持了，应该会走，把它越走越好了。对了，他都支持你越走越好啊。但是我是看到你现在我很担心呢、啊。现在显然募兵是有问题嘛，因为去年就有问题嘛，去年就没有募到足够的兵员嘛。啊、哦，那你从今年开始哦，现在已经83年制，已经就不服这个常备兵役喽。他就只是军事训练4个月而已哦，是对不对？那你显然兵员如果在募兵产生困难的话，整个国防战力会有危险的。不，现在是在我们的比较啊、哦，这个战斗部队可能要稍微辛苦一点，这个我们会研究怎么来强化这一段。对了，所以我就跟你讲嘛，如果你要研究，你可以找人来研究全世界各国的那种募兵，是那种佣兵啊、哦，到底可不可行？在台湾未来可不可行？是，或许这个也是一个思考的方向。是的，啊、哦，好，谢谢委员，谢谢蔡委员哈。谢谢副部长，我们底下那个凯晨帮我当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请林玉芳林昭伟。啊，主席是不是请一下副部长？啊。赵伟好，副部长您好哈。这个军火号战机按照这个你们的计划是这个战机性能提升，就翔展二号预定103年到106年要完成啊。是的，所以106年完成了，编了160多亿。那这个工作现在是不是很顺利？现在都很顺利的事情。所以106年可以完成。现在是看预算。预算是你们编的啊，我们并没有反对你。就是说整个的后续的我们整个预算的额度，所以我们在报告里面讲，希望我们会到行政院去争取预算，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投资预算里面，可能在新增案里面啊，它是蛮困难的，持续案已经占了很多的额度。因为现在一个问题在这里，这是一个必须要有的预算，因为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工作。是的，我们了解。是，因为你103年没有办法顺利展开的话，你106年就没有办法完成。是，那你106年还有这个 F-16 的性能提升案要开始，所以你如果那性能提升案开始的时候呢，它每一年大概有20到24架是就要去进行性能提升了。是的，那你如果说这时候军火号战机也改了一半，然后 F-16 又有20到24架要下来，那我们就缺很多的第一线的战机啊，那怎么办呢？那整个空防就出现漏洞啊。我原指导的非常正确啊，就是说针对这个 F-16 跟 IDF 两个在性能提升这个交替期间啊，整个空军都一直在不停的在做规划，不停的在调整它的兵力。对，这行政如果给预算有问题的话，你们应该到立法院来。是的，要让我们晓得啊，我们要参与这样的协调啊，因为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大事啊。是吧？谢谢委员支持。另外就是说，因为汉翔公司要负责这个军国号战机的性能提升嘛，那他现在94年10月到95年6月间，因为员工伪造25架 AT-3 教练机的 X 光的检测记录，所以在101年的7月被工程委员会啊停权了3年，要到民国104年7月才可以参与工程的投标，那你会不会影响军国号战机的性能提升案？报告委员，这个按照国家政府采购法里面，它有规定，就是说有些特殊的这些工程或者这一类的案子啊，它有独占性，或是有些它的法规讲得很清楚，只要符合了法规的，它可以专签。
来同意这件事情，所以不会影响，不会影响，对不对？所以应该汉翔公司，包委员，我请采购室主任给您报告。对，主任，包括赵伟，有关那个汉翔公司停权之后啊，继续能够这个承包这个原合约啊，这个是按照政府采购法第103条第二项的规定，所以不会有问题，对不对？没问题，你合理。那汉翔自己当然也好好检讨啊。是的，你们空军也好好督促他。是的，这个我说实话，我是不能不做，因为当时这个是人家向我检举的。是的，所以我把他我在这个地方质询，那果然证明最后证明是我的质询是正确的。你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怎么会去伪造 X 光的检测记录呢？尤其这个，你们汉翔是靠空军才在过活的，你去伪造这种记录，因此影响到我们教练机的飞安的话，那你忍心吗？人家给你工作做，结果你去伪造记录，那教练机的安全发生问题，因此摔飞机，损失了这些优秀的空军的健儿，你这汉翔公司，今后一看了、啊，你会心安吗？所以汉翔公司也要好好检讨啊！你不要以为说你是政府就被你吃定了，那伪造这种记录对我公司来讲是非常不名誉的事情呢，而且是非常不道德、非常令人瞧不起的事情呢。是，对不对？你要知道你的老板是，你的老板是空军呢，你就伪造这种记录，你要害空军损失这些优秀的飞行员啦。所以我觉得你汉翔要汲取这个教训，你们国防部也要好好督导他们。是的。是不是？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请教一下，因为这个军华战机系统提升了、啊，也涉及到所谓的万箭的这个武器系统的量产的问题了。是的。因为在1999年底审查100年国防预算的时候呢，通过了我所提的决议，要求国防部应该修订军华战机系统提升的计划，将军华 MLU 战机跟万箭系统整合纳入，而且提前在100年开始进行整合。你们空军司令部当时自己评估，而且公开讲，如果根据我的建议来执行的话，那万箭遥控武器系统不但可以从民国103年就开始量产，比原来计划会提前3到4年，而且可以节省20亿系统整合的预算，同时做嘛。是，你不是说你系统提升完了以后再来装这个万箭嘛？是，说同时进行，大家就可以省这么多钱嘛？那你们现在讲的这么好听，那现在请副部长告诉我，你们现在关键这个系统整合情况如何？报委员，照了立法院的决议啊，我们其实在翔展一号里面就把它做了修正了，就在翔展一号里面就已经在做万箭跟 IDF 的整合，那翔展二号更不要讲了，那已经把它纳进去了，所以这个整个的整合是没有问题的。那你们按照规定103年要开始量产，做得到吗？你讲哦，万箭弹我先讲，就是跟金国号战机整合的这一段我们是没有问题了。万箭弹又是另外一个案子，万箭弹是中科院研发的一个弹，那它现在是在做我们建案的程序，现在正在走这个建案的程序。那这个会你这个万箭弹以后也是金国号战机要来挂载吗？是的。那你这个万箭弹如果你的计划有了问题，那你对金国号战机的这个整合会不会一样发生问题？报委员，他不是问他现在在走这个建案程序，他那个程序走了可能稍微慢了一点。哇，本来你们答应我的是万箭的量产案要在101年年底完成建案。是。我现在请教一下，你现在101年忙就已经结束了，你们完成建案没有？万箭弹这个还没有。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为什么这个有这个变化？你们自己承诺101年年底前完成建案，现在为什么无法建案？你们突然间决定把量产的数量要减少一半，那整个的建案的工作当然就重新再来啊！你们要把它减少一半，有没有到立法院来做说明？什么原因？这是个重大的武器的生产案，你们现在量产要减少一半，可以不到立法院来做说明吗？包委员，这个其实跟委员报告，我们跟 IDF 的审核我们是弄进去，就表示说国防部是认同的，所以一定会让万箭弹上 IDF 机嘛。对，那这现在是万箭弹的建案程序的问题了。对，现在不是程序啊，是整个起始都延后了嘛。那延后的原因我的了解是因为你们想把量产这个数量要减少一半嘛？为什么减少一半？
你经过战机的数量没有减少，为什么你要减少一百？报委员，现在这个还没有定案，因为我看他这个文，他现在在作虚里面是在研讨，在研讨中还没有完全定案，可能就委员的这刚提的这个意见和中科院的还有那个空军的意见，可能大家之间的看法不一样。当时大家都没有意见，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意见，为什么后来有意见？有意见原因是不是跟 F-16 AB 系统提升案，美国愿意出售 JDAM 给我们有关？F-16 那个现在还没定案，也还没定案。那你们为什么把你们答应的关键量这个量产的数量要减一半？报委员，他现在没有完全定案哦，这个空军还没有定案，还是按照空军的建案的在报。国防部只是在讨论，请他们说明。副部长，我现在要提这个问题很重要一件事哈，美国人是常常有计划的，是的，这个谋杀我们的武器的生产的计划。我们没有熊二以前，他不卖鱼叉给我们；我们有了熊二，他就赶快卖鱼叉给我们。我们的万箭没有影子以前，他就不卖 JDAM。像我们的万箭看起来算顺利吧，院长？顺利嘛？所以美国现在就要 JDAM 来对于我们的万箭了。副长，你知道 JDAM 的射程多少？这个。包围我真的不知道它的航程多少。如果我没有聊是没有记错，24公里而已。你知道我们的万箭是多少？那个参谋长你晓得吗？知道。多少？你总可以讲个大概的数字吧。200多了。差不多很多了。200。对呀、啊、我们是它的差不多10倍。哎，我们的射程是它的10倍。哎，所以你现在应该全力的去发展我们的万箭弹啊。你为什么答应我101年年底以前完成建案？你到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完成建案？我们有好东西，为什么不去做？不做呢？报委员，这个可能是在内部讨论啊，大家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委员的指导，我们回去会尽快的再把这些案子来推动。我跟你讲，国防一定要自主化。是的，我为什么对金国号战机一直盯着你们？要做性能提升，而且要赶快去做，要如期做。你们认为 F-16CD 就一定买得到吗？你认为还在想 F-35 吗？你10年后买到 F-35， 我就替你放鞭炮，在国防部门口挂一个鞭炮替你们庆祝了。有那么简单吗？以色列都还没有，日本都还没有取得，英国都还没有取得，我们凭什么比这些国家更早取得 F-35？ 这些国家包括哪人要取得？10年内。可以供应他们全部国家吗？不可能嘛！新加坡也没有取得，新加坡都比现在都 F-15 了，我们现在还 F-16AB 耶。所以我们不要太去依赖美国的善意，我们靠美国的善意去过日子的话，我告诉你，对国家就是危险的。所以我们要维持相当的国防的自主化。是的，你看，如果当时我们都听他的，那现在有熊二吗？现在有熊三吗？有熊二一吗？有天宫三吗？全部都没有嘛。同样的，这个 JDAM 我认为是性能一定不错，可是我宁愿如果可以说服美国人不要在 F-16 性能提升案里面用 JDAM， 用我们的万箭。你们自己刚刚讲200公里，现在它只有24公里 JDAM， 而这个未来来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我知道有涉及到系统整合的问题了，是的，界面的整合，美国可能要给我们要一大笔钱呐。可是我认为美国大概也不会答应了，可至少我们要装在自己的金国号上面，跟未来我们可能开发了其他的飞行器上面。所以你这个东西关键是不能停，这对我们来讲是维护台海安全很重要的，未来很重要的一项武器系统。副部长，你是不是接受我的看法？是，那你全力去做好不好？是的，是的，好不好？这中科院这院长也还很努力嘛，虽然推这个行政这个法人到现在好像成绩不大，成效不大，可是至少生产的武器，这个研发武器，中科院也非常努力嘛。我昨天晚上还特别在电视上赞美他们了。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立法委员支持国防自主化的程度超过你们国防部的大人物们，那这样就不够意思了。你们你知道吗？我以前常常讲一个笑话，海军啊最反对中船，
空军呢最反对汉强，陆军呢我就不知道反对什么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只想买嘛，买武器可以到美国去接洽，来来回出差啊，然后买人家东西省事啊。可是没有，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东西才是最可靠的？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永远都是最可靠的。所以我觉得，我只举个小例，你们空军现在用的地空反空飞弹叫什么名字？你们的中科院的地空反空飞弹，你们空军车载制叫什么？车载对啊，你们有个名字叫什么？捷林，是不是？现在没有了，下面不叫这个名字是吧？那时候叫代名吧，那时候代名，现在不用这个代名，对不 对？这是我做的没啊？如果当时不是我坚持下去的话，那你们这个武器系统还不是买了美国人的？我们自己用还不是用得很好吗？多花一点钱又怎么样呢？花在自己身上还会心痛吗？好不好？所以我希望万箭弹赶快把这个计划赶快定案，赶快来执行，好吧？是，谢谢委员指教。好，谢谢。好，谢谢林兆伟，谢谢胡部长。我们底下请啊、张凯成委员。主席，我请一下副部长，好不好？张委员好。副部长好。副部长，翔展一号啊，它本来是要提升我们台南基地的这些那个 IDF 的战机啊。那本来它是说2011年的时候要完成71架啊。是的。现在完成了几架啊？现在53架，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延到102年完成。对啊，为什么没有按照原来计划？本来是2011年，现在又延到2012年，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后来有整合万箭的一些工程在里面，所以国防部也同意空军展延1年来做这件事情。那本来他要到现在为止只有28架，刚刚那个副部长讲53架吗？是的。那28架是到9月止，到9月底啊。那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战力呢？不会，这个空军，我刚跟委员报告过，就是说他们对他们空军的服勤的战机的数量，他们是每周每天都在检讨，所以他一定会管控这些修护的飞机跟那个待命的飞机。那接下来这个翔展二号啊，它主要是针对台中清泉岗的部分啊，要来做这个升级啊。那它是不是也同时进行？还是要说要等翔展一号完成了之后才能够来进行，还是说可以同时进行？空军的建案就是希望把它衔接上，就衔接上啊。对啊，但是问题衔接上的意思是什么？讲清楚一点，衔接上是一个完了之后再一个进行。一百零二年，翔展一号结束的时候，最好是103年把翔展二号就开始接续下去。那这个是表示翔展二号的这个它的建案的规划就是这样做的。对，但是时辰我们核定也是这样的，因为你原来从101延到102嘛，所以表示说翔展二号也会稍微延了一下。翔展二号它建案的只有103了，建案103。对，那所以你101延到102的翔展一号，对翔展二号本来就没什么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就是没有什么影响。是的，也不会影响它这个升级的这个时辰。不会。好，另外啊，对这个 F-16AB 啊，我个人至少在这边已经讲过很多次啊。我本人呢、在这边是赞成 F-16AB 的升级，我一直不太赞成 16CD 购买。第一点，你购买困难；第二点，花费太高。我们现在打算要买几架？60几架，68架吧？不，我们的计划了。CD 66架。当初最早报上写出来是66嘛啊、那我们就按照报上讲的好了啊、66架，3000多亿，对不对？你买纵然让你买到了66架3000多亿，你还有125架 AB， 那怎么办啊？那被人救的啦。所以我本席至少我个人呢、在这边我一直赞成你必须把16AB 做一个升级。16AB 120几架升级之后只有1000多亿，只需花1000多亿，可以节省2000多亿。好啦，你这个2000多亿如果美国要卖的话，你再来买16CD 啊，你不要买68架嘛，你也许买个32架，
一千多亿，你又省了一千多亿，所以可以做16AB 的升级，可以买到 CD， 又可以省下一千多亿，这个是算盘是划算的很。我个人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这个算啊。委员，我们空军都在针对这几个案子啊，他都在做很多的评估，对，要获取最大利益。对对对，因为我是从这个经济的效益啊来做一个分析的，因为现在很多国家他有时候也买不到16 CD 啊，像东南亚有一个国家，他也是把幻象2000升级啊，他花了20多亿美金啊，把幻象2000升级啊，也是这个意思啊，你要他去买更新的，他也是买不到，所以能够把目前的升级是最好的，又省钱又可以拿多余的钱来买，不要买66架，33架就可以了嘛，但是买得到买不到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对不对？是的。而且你做16FAB 的升级啊 ，F16AB 的升级啊，它是在国内做的，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国防工业，它可以制造我们的就业机会，它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些技术转移的目标，所以这个升级是很有好处啊。所以这个我还是提供这个国防部参考一下啊。是，谢谢委员。另外啊，有些委员对于这个将军的人数啊，这个有一些意见啊。我个人对将军人数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啦，因为你达到这个年资，有这个能力的话，你要来当是这个升少将、中将，我个人是没什么意见的。但是我只是做一个数字的比较了啊。我们台湾多少一个军事兵里面就有一位将军，你知道吗？735位左右就有一位将军。是的。美国、日本、韩国都是1000多位，1200、1300，有的是1500军事兵才有一位将军呢、啊。当然，我们不能够去比较，这个情况不同嘛，哦，所以这个怎么讲？他们服役的年限也不同啊，所以我也不愿意在这边比较。但是我相信很多委员提出来，我也提供这个数字给国防部参考了，因为他们可能是针对这个，因为我们变成我们是比人家的人数少2倍左右啊，哦，这个也是让国防部这个参考一下啊，哦。是的，好，现在啊，整个东南亚变成全世界买武器的一个军火库啊，美国和苏俄在东南亚卖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武器啊，全世界现在最大的武器购买国家，副部长知道是哪一位吗？哪一个国家吗？卖武器？不是，购买武器，全世界，我跟副长讲一下，印度。对，印度没错。印度现在是全世界买武器最多的。是的。他5年来啊，他的国防军购啊增加了10倍。400亿美金，400亿美金，印度，甚至连新加坡这种小，我不能想象吧。新加坡它这个国家，它的没有潜在的敌人呐，不像我们一样了哦。它的军费，它的国防军费预算也是完全一直增加很多，是的。所以东南亚变成一个军火库了。东南亚多少国家有核弹？东南亚国家巴基斯坦有，对，印度有，北韩，所谓朝鲜，它已经快疑似有，也快疑似有了哦。所以很多很多啊，都让我们整个东南亚陷入一个危机了。尤其在钓鱼岛的事情之后呢，我们也是很麻烦了。有人问一下副部长说，钓鱼台事件发生之后，国防部的立场怎么样？国防部就按照政府的指示做国防部的事情，国防部保卫的是我们自己的领土、自己的人民。是的，就是这样子吗？是的，这个很简单嘛。是的，对不对？哦，好，那个对于啊，这个中共啊的崛起啊，他们也增加了要购买武器的这个经费啊，国防预算啊，都已经出来了。国防部的看法是怎么样？对于中共所谓的中共的崛起，他的武器，他的军事力量会冲击到这个美国或者在亚太这边啊，变成一个危机。这国防部有没有什么看法呢？中共啊，他这几年他经济的发展，
他这近十几年来他国防预算的增长都是两个数字走的，这国人都知道的。所以他花了那么多的钱，他一定在强化他的军备。所以他在他的陆海空三军都在啊更新他的装备，提升他的作战能力，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事实。所以他现在的海军也到远洋去执行任务，对不对？他的空军也在啊换了很多新的机型，对不对？陆军他也在做一些很多的一些变动，所以他整个的三军的战力是增强的，对，所以才引起了啊东亚这些国家的一些不安。也引起了美军后来把他的部署也做了一些调整。对，那个我上次有讲过，我非常担心的、在钓鱼台啊，这个中共跟日本会有起冲突了，因为中共说如果日本有飞机来的话，他也是用飞机要跟他们对抗。日本说他现在要对中共啊一对一的这个所谓战舰啊，他要一对一的来跟中共做抵抗啊。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这个地方显然变成一个新的中东问题了、我是有很担心这个齁。亚洲这边国家很多以前是宗教的问题，现在变成领土的问题。变成领土问题。领土都是这些岛屿啊、其实从韩国到日本跟中间的钓鱼台、还有到南海的一些岛礁，甚至一些油气田，这些都是有些争议的，而只是这几年把它凸显的比较大一点。对，所以国防部以后如何去因应啊，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跟委员报告这个我们也报告过了，不管东南沙或这些，我们国军我们的任务就是随时保持战备嘛，所以都有一些因应的一些战备作为或做法，我们都一直在研讨。好，谢谢副部长。谢谢委员。请召开委员。来，请陈唐山委员。陈唐山委员，陈唐山委员不在。廖正景委员，廖正景委员，廖正景委员不在。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不在。张家俊委员，张家俊委员，张家俊委员不在。林家龙委员，林家龙委员，林家龙委员不在。卢家成委员，卢家成委员，卢家成委员不在。林正任委员，林正任委员，林正任委员不在。管碧林委员，管碧林委员，管碧林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李同豪委员。主席、诸位同仁、我们国防部的官员，大家早安。我们可不可以请副部长？李委员好。副部长你好，你在报告里面说啊，这个我们的金国号战机呢，已经达到中寿期20年。是的。那么这一次的性能提升方案呢，希望啊，能够性能提升加强机体结构的这个检整啊，能够适应未来的这个作战需要。延长20年服役。是的。请问以现在的科技的进步，一架飞机战机到底能够在台湾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到底能够维持几年？即使包含了这个机体结构的检整，我们其实平常也有在维修了。他我们现在设定的目标，希望这次提升完了以后能够延长它20年。机体您讲的可能有些武器挂载或者说一些软体的提升的话，那我们是随着每年或者说维修的时候可以来做。那这个你在这边有报告，一开始说有中共有歼10歼11。是的。苏卡27、23、10，现在还有20、15，我还看到了网站上还有歼14，我不晓得，反正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它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性能的提升也好，或者是新型战机的出现出台也好，是不断的出现。是的，跟委员报告，它苏凯系列是二制的，它歼十一可能就是仿造的。我知道，我现在问题在于说它不断推陈出新。是的，而且最近媒体也传说有北斗的这个卫星的系统的出现，啊，让他们有很有效率的来做这个整合啊，作战的整合工作。是。我想要问的是，我们今天谈这个金国号战机提升性能方案，固然代表我们要改善我们的战机啊。我讲的是未来10年或者是20年，我们真的能靠这些既有的战机系统来维护国家的空防安全吗？
鲍委员，这个现有了，我们当然提升到它一定最大的这个作战能力。那后续您讲的就是未来规划空军要用什么辆战机，或用什么方式作战？那空军它当然，我们也有一套我们的。您的背景是？我是海军。海军，所以你也很遗憾没有海军。不是，我因为我在国防部也主管过连山， okay. 所以对这些事情我也有一点涉猎。好，那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刚刚我们的林玉芳委员也提到说，我们也不可能买美国的最先进的 F-35 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个中间的落差怎么办？你这个你未来20年你的建军计划，空军的建军计划如何来因应中国大陆的不断的推陈不行？报告员，这个空防作战里面啊，当然您讲的没错，战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台湾它有它的地理环境呢、啊。其实你用防空飞弹很多的因素啊，也是可以来在防空整个的空防作战上，它也是可以帮助这个空防的作战，所以这是要齐头并进的。所以我们买征收雷达也好，我们强化我们的防空飞弹的战力也好，也是在相辅相成的。那当然你讲的没错，空军战机不断的演进，那先进的战机我们采购，刚刚很多委员也指导了，采购也受限很多，不是我们不买，是因为我们获得的几率比较慢。所以我现在问题在这里啊，金国号是怎么出现的？金国号是因为当时军售案，很多国家并不同意卖先进的战机给我们，我们就国防自主来制造。嗯，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用战机自主呢？这个其实跟委员报告，战机自主就是要投资很大，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你现在已经有既有的国防的基础工业在这边了，基础建设在这边了，你为什么没有这个企图心呢？有没有这个企图心？有没有一个建？有没有一个自主的建战机的企图心嘛？跟委员报告，汉翔公司一直能够留下来啊，其实是也就是空军希望能够让它维持到一定的国防自主的能力。自主什么？就是希望能够建一个完整的飞机吗？我想请问你也好了，最简单的，我经常看电视，你们做秀做得很厉害的，就是让这个高速公路成为一个起降的一个跑道。我请问你，60年代的垂直升降的战机，我们能不能做？能不能够发展60年代的技术？50年前的技术了。华委员，垂直起降的直升机是不容易。直升机战机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在使用啊，除了美国英国以外。那好，这就是美国英国。英国现在都把它放弃掉了，俄国也放弃掉了。我说你有没有可以做呢？你至少你可以做呀，你有没有？你不要用最先进的，这个就是防卫我们的海域啊。委员，你讲的很多就是风险的问题嘛，你投资要多大，你风险要多大嘛，这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是成本效益。那你的我，所以现在你告诉我嘛，你现在又说哦，海外采购有困难，我就在做性能提升。我们知道这个性能提升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嘛，对不对？面对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强势的一个压力在这边的话，我们购机越来越困难。你连一点企图心都没有吗？我说最简单的一个50年前的技术的垂直升降技术，我们都可以避免我们的飞，至少可以保卫我们的海，这个海岸安全嘛。我们不求超音速，至少能够在海岸上嘛，决战点就决战在台湾的海峡的海岸上面，我们的海岸边上面嘛。所以刚才我们讲过，空军有曾提过 F-35 的想法嘛。F-35 这个是我们讲遥不可及嘛，遥不可及嘛。你至少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是什么？你自己先称一称，看自己的斤两能够做到什么。当然你可以你不要太好高骛远的去做像 F-35 这么高性能的，甚至做一些隐形的飞机，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能力。但是至少你把50年前的技术去抽掉调整，在我们的这个战术防卫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嘛。那我们的空军或者是我们的国防部难道没有这些规划吗？金国号都可以做得出来啊，虽然金国号的主要的一些零件受制于国外，但是至少我相信那个是20年前呢，20年前受制于国外，今天台湾的科技能力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吗？没有办法做更大的一个突破吗？有没有去做过评估？我们的国防部内部有没有一些工业的评估系统，把国防工业去把它彻底的把它做出来，能够做出一些战机的自主？
国防部在造舰造机方面啊，这些多年来一直在跟经济部在合作，在研，在希望能够往这条路上走。你的具体目标是什么？跟委员报告，我一再讲啊，你国防自主先决条件，你要有足够的预算，而且你要能够获得外面的 know-how 的支持，你才能够往下走。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投下多少成本，就我们国防预算要提高到什么程度，往这条路上走才有成功的几率。你总要有个目标啊，对，你这个目标要具体啊。就我现在授予你一个具体目标，譬如说你说海军，我就要做出一艘潜水艇，对不对？你是海军，你也知道那个海军的基地里面不是有一艘老很老很老的潜水艇吗？是的。那是什么？那是老总统的目标嘛，他就给你做出来嘛，在做的过程里面你的技术才可以发展出来嘛。是的。同样道理，你空军也可以做出一个具体目标啊，你在这具体目标之下评估现有的技术之下，你做出个具体目标，你才可以去逐日达成嘛。你现在没有具体目标，你说我汉翔维持在那边，然后想办法让他去接一些国外的一些订单，做一些民航的一些服务啊，来然后维持他的生存，你只是维持一个躯壳在那边，然后没有具体的成效出来嘛。所以你要有具体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事项出来。难道一点企图心啊？坐直升机好了，你坐直升机有没有可能坐？战斗直升机有没有可能坐？我们战斗直升机，其实在 UH 湾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有在这边在组装的。组装，但你可不可以自制呢？报告委员，自制啊，有很多的条件。我相信这个当年我们都尝试过很多的路了，也留下了很多的成果，所以才有这些。那是遗迹，不叫成果。如果你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叫遗迹。你是放在博物馆里面，成果是做出东西来啊。我希望国防部哈，是的，你不要再。我觉得国防部是相对封闭的一个系统，你应该要跟我们的产业界去做最大的整合。你不是只靠你自己国防部的这些人呐、啊，去说哦，我做了很多整合，我靠一些关系我了解。你这至少你要怎么样做一个完整的整合嘛？完整的整合包含你的目标，你把目标设出去，你把不管这个目标多大多远多小，所以没有关系，你设出去以后公开，寻求社会的这些产业界的支持，变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的供应链的一个系统的建立。然后再找出中间的缺陷，就像一个投资银行在做整个台湾产业的投资的一种发展的概念是一样的。是，我希望你们呢、啊，我看到这个我非常遗憾呢、啊，靠金国号战机提升，靠 F16 的 AB 型的提升性能 ，F16 在我看来也是老掉牙的飞机啊，对不对？委员的建议，我们会请空军来思考这个问题。空军来思考。是我们国防国你国防部好的，你海军呢？海军是不是有同样的目标呢？我们海军也在很多也那个潜舰案，我们也在做一些，现在跟外面学术合作，甚至于说已经在请中船在做一些初步的研讨。你做不到作战型的潜舰，你至少可以让它先做出来啊，先做出来做科学研究都可以啊。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做出来可以最深可以升到七千公尺以下吗？我。中船你在这个做的过程里面，你就可以学到很多技术嘛。是的，对不对？有吗？我们中船，我们海军的海发中心跟中船已经在探讨这个问题了。还是在探讨，我们希望定出时间表。是的，你有没有时间表？我们现在其实一个造船的，它前面有规划设计。我还有一个我不要求多，不要求多哎，我只要求你一个。潜水艇做科学用途深潜的功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可以把所有必要的这些很多很多的技术就可以把它掌握住了。是的，这个不是跟科不直接跟作战有关，但是从这个地方你可以得到很多的经验呐、啊。有没有时辰？所以我希望政府啊，今天把你的具体的目标、简单形象、具象化的目标讲出来，公开招纳。社会的贤能人士，我跟您报告，台湾的工业界绝对不是你想象那么脆弱。我们跟经济部是有在工合的一些探讨了，委员的建议，我们下次再跟经济部再强化这一方面的。我们还是希望哈，最后一句话了，希望你把具体的陆海空军的
各种武器的自制目标定出来，让我们社会一起来努力。你不要只靠美国人，也不要靠法国人，好吗？是，谢谢委员。谢谢李通华委员，谢谢。好，谢谢副部长。在座因为没有什么人样子，我看江慧珍委员，江慧珍委员，江慧珍委员不在，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季国栋委员，季国栋委员，季国栋委员不在，赖世葆委员，赖世葆委员，赖世葆委员不在，邱文彦委员，邱文彦委员，邱文彦委员不在，林明正委员，林明正委员，林明正委员不在，苏清泉委员，苏清泉委员，苏清泉委员不在，徐天才委员，徐天才委员，徐天才委员不在，王金石委员，王金石委员，王金石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黄福林委员，黄福林委员，黄福林委员不在。蔡其昌委员，蔡其昌委员，蔡其昌委员不在。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不在。吕学章委员，吕学章委员，吕学章委员不在。陈诺波委员，陈诺波委员，陈诺波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那个报告委员会，刚才那个我们林佳龙委员了，晚了一分钟到，各位是不是让他？因为我们现在大概都已经咨询登记的，大概都已经。念完了啊，那剩下林佳龙委员，如果两位答应的话，我们就让他上来发言，好吧？好，来林委员请。谢谢主席，还有我们外交委员会的委员哈，让我还有机会来就教我们国防部哈有关于这个经国战机性能提升案哈的一个报告。那是不是请我们的国防部的我们的高副部长，还有我们空军司令部的陈参谋长，好来答询。林委员好。这个副部长哈，还有这个参谋长早哈。这个 IDF 哈，一开始的时候被有一点是说讲成是I don't fly， 但后来变成 I do fly。哦，这个过程也是见证了国军的，我想的这个努力啦，哈、哦，跟贡献。那么在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民进党执政我当时也在国安会工作事实上我们是很支持对 IDF 的性能提升因为唯有我们自己具有这个能够制造这个战机的能力哈。我们除了这个国防的这个安全之外其实在对美交涉有关于这些不管是包括对其他国家这些高性能的这些武器的采购上我们才有一个谈判的筹码。当然也因为往往这个样子这个美国对我们在研发到一个程度之后就会这个卖给我们大概相同或稍微好一点的性能的战机或者是其他的武器我们也看到外交跟国防是密切相关那么我今天就是来看这个报告大概我觉得提升 IDF 性能还是一个很好的 solution 对现在操之在我们的这个国防安全上面我的了解是当时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大概一年大概有10亿从2001年大概编列了前后应该有70亿的预算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说这一个是相当具有经济效益的性能提升案而且从这个我们讲 air to air 到 air to ground 某种的这一个具有一定更强烈的攻击能力的那么中科院事实上也研发出长存这个对地攻击的这个弹药这个结合之下我想这个 IDF 不是昔日的初期的一个 IDF 那事实上这个 IDF 的升级版或者说 IDF2 事实上是我们目前为止在不能够确定是否是拿到 F-16CD 的这一个美国的这个军售之前其实即使美国卖我们 F-16CD 也不见得会卖我们携带的攻击的弹药这个都是很多未定所以基于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政策我是认为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效上跟这个规模上都还有值得再加讨论的必要怎么讲
我想了解，就是说你目前在120多架的金国号的战机中，约有70架是升级改良嘛，对不对？那你第二批机队的这个性能提升的规划又是几架？56，跟我一样，也56架吧。另外的，这是另外的56架。是。好的。那么你原来规划是在103年到106年由汉翔公司来执行哦，这有没有可能加速来进行？我的这个背景是因为中国的歼15啊、歼20都已经出来了哈、哦，那国军在相对的这个战机的性能上，这个你们规划103年到106年了、啊，我是认为啊、哦、稍嫌保守，这个有没有在评估，还是有什么困难？鲍维，这个是接续翔展一号，翔展一号要做了102年。它接续就到103年开始执行，4年到106年，是因为经费的关系，还是因为啊其他的因素？哦、这个要拖那么久吗？这个当年也是跟汉翔谈过了，可能他工厂里面有生产线的问题。这个刚才后面的翔展二号的预算，我们还要跟行政院还有请委员多支持，我们才能够如期在103年开始。所以103年开始都还是，就是说不一定就那么顺利。第一个条件是预算一定要够。嗯。第二个，您讲的说后续是不是可以把工期再缩短？我们后续如果成案以后执行的时候，我们再跟汉翔来谈。那汉翔现在初步给空军的答复就是在4年之内完成。要到那么久了哈，我事实上是有点担心了哈。中共的整个战机性能哈。啊，这个质量的提升的速度是非常快哈、哦，是，所以是不是你们哦、啊，就是说在预算里面还是要做最理想的情况之下是怎么样嘛？是不是可以在哦、啊，就是说提早啊，更早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计划？就能力上，除了你刚提到汉翔的，你讲的这个把它整个调整快一点啊，这个我们要回去要再考虑，一个是汉翔的生产线的问题。一个是空军的兵力的调遣轮替的问题，它这里面牵扯到刚才我们张伟也提到了，还有 F-16 的性能提升，它整个的兵力的啊妥善率的问题，通通要考量进去。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是因为预算的因素，还是因为国防部啊，就是说政策上，还是马总统对于发展这种啊，对于具有空对地啊。攻击能力的这种战机啊的性能提升啊，他的立场是什么？报委，这个跟我们总统是没有任何的，因为这个国军是专业的嘛，我们做出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想法来立法院报告，先跟行政院报告完了以后跟立法院报告，这个跟总统没有太大的关系。我问这个问题的、哦、这个当然战机是比较战术层面的哈、哦，我是说在这个整个战略方面哈、哦。这个你提到这个国防自主，就航太业的这个自主能量哦。那么汉翔哦，虽然是在国营事业里面了哈、哦，他们现在也有要民营化的这种评估啊。是。站在国防部的立场是如何？我们只希望他不要有入资。不要入资。就是经济部也，我们也跟经济部讲说，承揽国防工业的事务的公司，希望不要有入资。不是希望不要入资啊，不能够有入资啊。是，好，那么为什么会讲？因为当时 IDF 跟汉翔的发展是非常重要。刚刚也有委员问到哈、哦，就是垂直这个起降的这个战机，你又认为这个好像天边的云彩哈、哦，不太可能。可上次国防部长的报告里面是有列提到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要去买 F-30哦，我们有希望去将来目标摆在垂直起降的飞机是有的。是有刚刚李委员跟我谈的，指导我的是说，他希望制造50年代的我们讲的海猎鹰那种的垂直起降飞机，他是在谈那一段。好的，因为我是觉得如果没有重点的我们的这个战机的这个发展计划，汉翔哦，基本上他就缺乏整个主轴啦。哦，所以我们讲的国防自主或者说航太业的自主。其实是空话了，我是说，你没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而且在一个相当的密集的时间内啊，汉翔的发展就会一直啊，他为了要生存啊，去做哈、哦，其实跟我们核心国防工业啊，不是这么相关的事情，你的看法呢？
汉翔公司当年他民营的时候也是希望多元化的经营的，当然我们也希望他能维持住我们军机的一个研发的能力，还有一些持续他制造的飞机的一个修护的能力，他现在在这两方面都在做。可是你们的委托的案子占他们预算这个比例的多少经费上？这个越来越低。这个请空军参谋长跟您报告。现在目前我们大概就我们空军来说啊，尾商到汉翔大概有11%-12%左右这个时间。占他们的11%还是占你们？占我们。那占他们呢？他们的话我们就不清楚了，因为他是属于经济部的，我并不清楚他的整个的过程。好的，那我在最后问一下了，因为这你们报告有提到说哈，你们这个万箭飞弹哈，万箭计划是这个远距遥攻武器了哈，正在办理这个建案中哈。那么也提到这个远距精准打击能力可以攻击啊，好，并这个瘫痪对我有威胁的军事目标哈，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远距精准打击能力精准到什么程度啊，远距到什么程度，然后你们所谓潜在的这个威胁的军事目标指的是什么？鲍委员，这个我可以请中科院院长私下到您办公室给您面报。每次我们咨询都把私下、不，这个是有些武器系统的参数或它的距离啊，还是最好还是能够保持它的一个低调一点。那你说潜在对我有威胁的军事目标像是什么呢？这个这在我们军队作战来讲，只要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安全的都是潜在的威胁。那包括到新疆去喽，到看周遭的很多的环境，只要他有这个能力来打到我们，都是潜在的威胁。对，那你们说你们要发展这个远距精准打击的能力嘛？那要针对这个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包括就是攻击并摧并瘫痪哎，对我有威胁，有到这么强吗？我们中科院长一直点头，啊，非常有信心，他会给你做很详尽的报告。好，那么因为我每次得到的都是这个另外再跟我报告了不过我是觉得从国防其实自主了其实一定跟社会的沟通了让大家除了国防新防也是非常重要你们应该也是应该要拿捏是的，这个对社会沟通这方面的一个界限了是的。好的，那我刚刚会问说这个有关于这几个问题那预算上你们这个编列就是总预算是170亿嘛？是的，这个前载一号是包含你们的第一批还是包括第二批？翔载一号170几亿，这个案子是160几亿吧？169亿。你说万箭是？不，只是讲飞机，讲飞机。讲，我刚刚讲你是指70架是第一批嘛？对，是170亿，然后另外要在后面是169亿，所以总共是330亿。如果对整个 IDF 是的性能的提升，是的，好的，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委员啊，谢谢。我们这个报委员会，我们今天的训答就全部都这个结束那我们要有提案，今天我们有一个提案，我们念一下提案。宣读提案，案由针对国防自主政策如何落实，应就关键科技、核心技术、重要原组件修制及参与国际市场供应链等，检讨国内科技产研发展与自修能量，武器装备获得管道依实际情况研析，循性能研改提升或升级延寿，自力研发筹建技术转移合作生产或向外采购等方式筹获建制，建请研修相关政策规划计划作业与决策等之准则依据。提案人委员陈振湘、詹凯成、林玉芳。宣读完毕。那个我想这没有什么争议，我只建议改一个字建请研修相关政策规划计划作业与决策等准则依据。我觉得那个资准则预计需不需要那个资等准则等资准则预计有点怪
政策规划计划作业决策等。好了，我们就维持原制好了。我他好像有点那个。好，我们就那个两位委员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好吧？好，谢谢。那今天这个有委员邱玉莹、马文君、张家俊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以书面答复。本日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两星期内答复。委员另提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我们今天会到这里结束，我们现在宣布散会，谢谢大家。谢谢。